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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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这个因为我们房东不管事的，谁叫你抓了犯人是吧？要拎过来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用上。哎，不让他抢走我。我就买你，就这样。不行，不行，没事儿。这咱是抢不着。啊，这你照呢，你照呢，你照呢，咱们照呢，这个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好嘞，这是。哎。那我怎么记不得你呢？你来了？住在哪呢？住在我们。你老婆了？回家了。回家了。你还过来？你怎么过来？你还知道我吗？不知道。我搬来了几天。你云南的。小李，我昨天天天见着小李，天天老一站胖了。我是太太，我是走了。哎，他妈的，这是我干过巧的苦，现在就你现在明天去长平了。现在去长平的，我管你呢。现在正在，来来来来，哎，现在正玩呢，是吧？好好收拾房子，把那个碳水出来，你房间的那些篮子怎么搞的？你给他想要出来，没有那个是要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你把那个，哎，怎么你老公啊？你这不是正在住呢？啊，你这好好收拾收拾房子。对了，你给他锁着了，你然后你是有枪用的，你这。现在中国要打开人权，你要尊重别人的意见，别人愿意回去就回去了。不行，那都是暴力。我在兰丹这里，
我不去，我有事。对，等一下回去再说。啊，好。房东啊，我要动你干什么了？呼呼，不打不打！管我什么事啊？来人，这房子就把这堵房子了。快把门打开一下嘛，那个。放开我！你看看，兄弟，把门打开。来，你把钱，你这。管起来，那您管不了这些，你管了，我不管，太多了，就你管了，你管，我们家都来了，你管，你管，你管。